好家伙，美女，这边上站着这么多人呢，你这就开始换衣服了？这穿上去好穿，这上面的衣服，这还怎么往下脱啊？老三，你又想多了是吧？哼，我换衣服啊，那能让你看得见吗？来，你不是想看吗？来，随便看。在农村吃大席啊，你不准备几个塑料袋啊？嗯，哼哼，你都不好意思吃。哎，你是真好意思啊。哼，我让你打包，我让你打包，今天我就让你吃不了，兜着走。哎呦我的个娘，这么高，我的慢着点，慢慢的都要过去了。找男朋友，如果过不去，这男朋友啊就不好找喽。儿子天天在家打游戏，今天我为他量身定做了一款电竞椅子，坐在这上面打游戏，嘿嘿，肯定老爽了。所以说嘛，养儿子是用来疼的。是谁说我们只会干细活不会干粗活的？我以前在工地啊，那可是抡大锤的，干这种工作我熟得很，只要力气足够大都没有锤不进去的。